真的啊、哦，听到这个歌呢，不一样的曲风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我等下再讲你啊。我们今天来，因为呢，一定安排呢，前面要安排不一样的。对啊。因为呢，你头前啊，唱曲阿爸不管好唱，阿爸不。哎、欸，大家喜欢唱的差不多都那几首。对啊，对啊。对啊，所以呢，前面来的比较有力。真的。哎、欸，今天安排六点钟嘞哦。幸好在前面。歌曲都不能够重复哈、哦。对啊。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哎、欸，前面的好朋友呢，大家呢哦，都有个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没错。所以只能那个安排呢，不赶快呢，给你唱这种歌有无？有一大做好大的好处，尤其大家的时阵，你都唔免看歌单，哎、欸，你随便写一写送上去，这些歌都不会有人跟你抢，好像是哎、欸，真的，对啊。但你如果说我刚才讲的那个，哎、欸，不用看，哎、欸，一定都会有人唱，九个有八个唱，哎、欸，哈啊哎啊，好，来歌曲，再来个安排，继续来王以玲的歌曲，爱你不丢命，强哥，婆先马上给我吹一下，哎、欸，感谢我强哥婆先哈。好你诶，大家来赚大钱，还是讲小事？为什么讲？相信我的人会变卦，爱情无条件，会温暖宽宽，你的人生这么短，感动你爱我的心。谢谢一个小婆婆香，再请坐。
谢谢，谢谢你，非常抒情的歌曲，送给所有的好朋友，谢谢。